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里这么漂亮，我特意过来找你们。这，啊，燕宁，快看看舅舅。啊，我当舅舅了。嗯，那恭喜恭喜啊！哥，自从上次别了之后，你都2年没来看我了，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妹妹都忘了？怎么会呢？我答应过来就肯定会来。你看你们两个。 都2年时间了，还是你侬我侬的，过着比神仙还快活的生活。红梅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 你是谁？你要干嘛？呵呵，我要恭喜你，竟然生个小畜生。相公，他就是我曾经你说过的荒山石妖，十恶不赦的恶魔。<笑>恶魔？我是恶魔？你们是什么？胡梅子，今天我一定要带你走。有我在，你休想！我先灭了畜生。到。 哥，相公，你快带着孩子走！不好，娘子，走啊！我不走，走，娘子。 清湖，清湖，清湖，清湖。
我看见我哪跑，那个小兔崽子呢？藏起来了，还是弄丢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管你是藏起来了，还是弄丢了，都无所谓。你看这荒山野岭的，你能跑到哪里去？我问你最后一句，跟不跟我走？ 年轻时了，哟，这谁家孩子呀？哦哦哦！笑离草，这好像是传说中的笑离草啊！小家伙呀，你倒是个有造化的孩子。 你就知道疯，调皮。你不是说过，只要我好好练法术，你就不管我的吗？嗯，说是说过，可是你，哎，娘，好好，娘不说了，落个清净。不说我可以，但是不许不疼我。你呀。 你呀，你偷了我们好几次东西。娘说，她最讨厌这样的人了。我错了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你爹娘怎么这样养育你？
我爹娘去世很多年了。你也是孤儿？那你就到处偷东西了是吧？不是，我不是真心想要偷东西的，只是我肚子很饿。我很想跟你们做朋友，但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。我走了。你等一等，娘，不如就让他留下来吧，这样你身边也热闹一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娘，你看他一个人也可怜，你就答应了吧。乖女儿，你一向做事都不问娘的。小荣，你愿意留在我们家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娘，娘见你从潘家回来，脸色不好，愁眉不展，莫非是潘姑娘的病情？都请了那么多大夫了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这潘姑娘品貌端庄，知书达理，在娘的心中，她是相夫教子。做儿媳妇的最合适人选，怎么年纪轻轻就得了这个病呢？小姐，不是这样教的。小姐，我终于知道老夫人为什么不想跟你住一个房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老是笑，扰得她睡不好觉呗。那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还有其二呢。其实，她的呼声也吵得我好烦心。小荣，你怎么了？可惜，我爹娘前几年就去世了。也不知我爹娘现在在哪，还活着吗？16年了，相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这次去潘家，见到潘家老爷，要知礼数，知道吗？好的，娘。好好安慰潘姑娘。儿啊，一路小心啊。好的，娘。姑母，子服。我刚才派人打听，潘姑娘已经怎么了？走了。这，
娘常常说，潘姑娘是个守礼守规、相夫教子之人。可我常常问自己，她是我的意中人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又觉得不像。我的意中人，你在哪？听你说完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天上也有这般苦。听你这口气，你好像是过来人啊。牛郎，你说我的牛郎星在哪儿？谁会是我的牛郎？这是缘，还没来呢，来了呀，你挡都挡不住。红颜何处觅？芳迹自难寻，空对书何笔？不堪无限春。唉，小姐。你怎么了？没意思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说这一带都玩腻了，哎，要不我们换个新鲜的地方玩去。这两天正好是人间的上元节，要不我们上那儿凑凑热闹去。上元节？快来，小姐。小娘子陪大爷我玩。谁啊？放开！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人要干什么？必须陪我玩。真是大坏蛋！嗯，哎，不，哎，那我去叫人。小姐，您出门时，老夫人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你惹事的。走开！哎，有了啊！哦，谁呀？过来！啊！你！瞧，公子，你总是盯着我做什么？
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呢。你眼珠子要是掉出来，可不能怪我哦。两位姑娘，在下后村王子福，敢问两位姑娘是？这位公子，你是在问他呢，还是在问我呢？我。哎呀，小姐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讯兮。子服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哎呦，儿啊，你答应为娘一声好不好？哎呦，儿啊。自打你郊游回来，整天这样茶不思饭不想，怎么成这样了儿啊？夫人，要不给少爷请个大夫看看吧？哎，快去快去！哎，迢迢牵牛星。在下后村王子福，敢问姑娘是？哎呀，这都好几天了，我这脸上的肿怎么还没消啊？你这张脸，不要也罢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爹，这还有好几个美女等着我呢，你瞧我这模样。出得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沾花惹草。你还说我？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也不是背着我娘经常出去偷腥。你上个月要不是因为那个小寡妇，你可再说，你再说，你就站住！哎，我打死你！这叫黄鼠狼下崽，一窝不如一窝。别走，小姐。你昨天晚上又说梦话了，说来听听。你说的梦话和王公子有关。王公子？我想去找王公子。什么？你找谁？公子，小美女，胡妹子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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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们在梅林见到的那位王公子，他来抱我，后来怎么了？后来还有一只妖。为什么最近笑不出来了呢？嗯，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找笑啊，去当年娘找回我的地方。笑衣草了吧？哎，小姐，笑嘞，好神奇啊！表弟，晨儿，姑母，表弟为何如此憔悴呀？自打上元节回来，像有什么心事一样，整天拿着梅枝，茶不思饭不想，这叫我怎么办呀？要不您先回避一下，我来问问。说吧，说什么？就说说那个叫王子服的。这也是天赐良缘呢。就按你描绘的姑娘的模样，我先着人打探一番，一有消息立刻告诉你。我想和他成为牛郎织女。哦，不不不，是牛郎织女在人间。也不是，是人间的牛郎织女。真心话。真心话。表弟，表弟，表哥，打听到了，打听到了，在哪？表哥，我先喝杯水。哎，渴死我了。不着急，表哥。按你说那模样，我差人到处打听，几乎把这一带翻了个遍，真的打听出来了。此姑娘，我再喝一杯。哎呀，表哥别喝了，快说在哪。此姑娘名叫英灵，家住城南三十里。三十里。小荣，我是真的想见见这个在下后村王子服。哎，小姐，你看那是谁？他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里只有一条路，莫不成他是要去我们家？有可能。哎，小姐，那我去迎他一下。哎，小姐，我觉得不妥。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先看看他究竟要去哪儿，如果是去咱们家的话，咱们回家等他，如果不是，咱们再去见他也不迟啊。那好吧。
你看那傻子把你丢掉的梅枝当宝贝一样攥在手里，小姐，他一定是喜欢你。既然他喜欢我，那我就要去找他。哎，小姐，我还是觉得不妥，咱们还是回家等吧。那好吧。嗯，姑母，你且放宽心，让表弟散散心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您是疼他，可是你也了解他的想法，毕竟他已经是大人了。我是担心他年轻无知，被一些不守规矩的女子所迷住。哎，姑母，您放心，他心里是有自己主张的。嗯，但愿如此。表兄说的，应该就是这了。英宁小姐，英宁小姐，怎么办？这想好的话，到这全给忘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算了，还是等有人出来再说吧。我看还是让他进来吧。小姐，你刚不是说过了吗？要考验他正是时候啊。他如果真的喜欢你，岂在乎等呢？嗯，傻子也不知道叫门，呆鸟一个。丫头，回来了吗？娘娘，我先撤了。小姐，你也有害羞的时候啊？哎，这俩丫头，刚才还在这叽叽喳。晚生王子福，拜见老夫人。公子，造访寒门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晚生特来拜访英宁小姐。公子，你认识她？我和她有一面之缘。公子找英宁有何事？我，公子，我看你还没有用饭吧？你且进来用些饭再说吧。到底是谁家的姑娘，把我儿迷成这样？相信少爷相中的一定不俗，定会让夫人您满意的。但愿吧。像我王家也是书香门第，不谈门当户对了，起码也要知书达理。这万一……多谢老夫人款待。公子，找英宁何事？我……公子既然无事，来此何意呢？小荣，你先下去吧。是老夫人。
这是他。你不说，老身如何帮你啊？老夫人，这是我们相遇时依宁小姐丢下的。那公子今日是为还梅枝而来？不，不是。我看公子也没有别的事，那老身就不留你了，请。这，老夫人，实不相瞒，小生自见过英灵小姐之后，就一病不起，每天都在思念她。小生对她是渴慕万分，我，老夫人帮我。丫头，出来吧。娘，乖。公子，你看，你要找的是不是他？是，是他。哎，依宁小姐，小姐。这样。娘，我要是再不走，他的眼珠子可就要掉下来了。要是掉下来，可不要怪我哦。公子请。哎，公子小心！这是我家小姐最爱，小心碰坏了。啊，好。公子。啊。请在此等候。公子，请在此县内等候。这我家小姐啊，马上就来。这，哎，这是何意呀？依宁小姐，依宁小姐，我听见你的声音了。你在哪儿？可否赐容一见？英宁小姐，因君一笑，我心荡漾。与君一别，似隔永年。思君成疾，梦萦魂牵。盼君来兮，共与花前。依宁小姐，你为何就是不肯出来见见小生呢？小姐，你爬这么高干嘛？你爬这么高，哎，你快下来呀！这摔下来该如何是好啊？小姐，我……你还没说，你来找我所谓何事？我……依宁小姐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梅枝，就是你在梅林丢掉的那只。我都不记得了。书呆子，没想到你还留着呢。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这附近有一袋梅林，我带你去摘。我喜欢，我当然喜欢。
我喜欢的发狂。不过，我只喜欢这一枝梅。只是一枝梅枝，值得你喜欢的发狂吗？这世上梅枝，成千上万。唯有此梅，是我的心中之梅。唯有此梅？这其他之梅，都是我的心外之梅。唯有此梅，才是我的心中之梅呀。英灵姑娘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就是我的心中之梅呀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样文绉绉酸溜溜的？你有什么话直说行不行？英灵小姐，我喜欢你，与我成亲好吗？成亲？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娘，王公子他说他喜欢我，为了我大病一场，他说要娶我，我觉得他人也不错，去他家又怎么了？娘，小姐，我没胡闹，求娘成全。老夫人，小生对天发誓，一定会好好对待英灵小姐的，如为誓言，永世不得为人。丫头，你为了他就不顾娘了？英宁不敢，英宁一定会回来看娘的。对啊，老夫人，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你也可以搬到我家去，和英宁一块儿，也好彼此有个照应，不是？老夫人，我看王公子诚心一片，您就成全他们吧。娘。老夫人，罢了罢了，都起来吧。哎，小姐。老夫人，您是担心王公子欺负小姐吗？王公子，我看倒是个老实人。那您顾虑什么？英宁他被我惯坏了，从来说一不二，要月亮我都会搬梯子给他摘。我担心啊，我这样是害了他。不过缘既已定，总要了却情缘，这也是天意。丫头，娘说的话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不要撒野，要守规矩。嗯，就是怕你做不到。你平时疯惯了，野惯了，一点约束都没有，炸到别人家，我怕你不习惯。不习惯，不习惯我就回来呗。胡闹！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怎能说去就去，说回就回呢？知道了，娘。王公子。老夫人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誓言。老夫人，我愿再对天发誓，如果有负于英灵小姐。好了好了，发过一次誓就够了。老夫人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还请留步吧。小姐，不要忘了我们呀。怎么会呢？你也要记住我。会的，小姐。好了，英宁，走吧。受英宁一拜，谢谢娘这十多年来的养育之恩。好孩子，快快
起来。娘的好女儿，王公子，英宁就托付给你了。放心吧，老夫人。走吧，走吧，孩子，快走。老夫人。回来呀、啊，娘。这位姑娘是？这位姑娘是孩儿经常跟您提及的英宁小姐。英宁，这位便是我的娘亲。那怎么称呼？你呀，就称呼她为夫人吧。嗯，夫人，我是英宁。啊，娘，孩儿为何耽搁这么久？一时一言难尽，不如我们进屋叙道。容妈，去准备饭菜。是，进去吧。我想出去看看。啊。这怎么了？那我和你一块去。好。子服，娘有话跟你说。英宁，那你先到院里等我一下。好。儿啊，他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娘，英宁呢没有父母，他是被李母从路边捡回来的。李母也把她当亲生女儿来养。儿啊，不是为娘说你，像这种来历不明的女子，你居然往家里带。你想想，如果是守规矩的女子，会这么随便吗？娘，英宁呢是一个好女孩，你就是还不了解她而已。娘比你尽力得多，娘的话你一定得听进去。娘，你是要我把英宁给赶回去吗？也罢，娘不和你争，娘可以退一步。不过他既然来到这个家里，必须遵守规矩，这一点希望他可以做到。娘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世俗韵，性本爱丘山，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这成何体统？夫人别生气了。我说英宁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你看你读书的时候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可是平时我这平时怎么了？平时啊，平时就像个大呆瓜。英宁，我问你啊，你来我家也有些时日了，那你
住的还习惯吗？嗯，我觉得就是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你少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让容妈给你买来便是。我想买些花花草草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想买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英宁姑娘，你看看你把这些东西摆的还有没有让人走路的地方。抱歉啊夫人。赶快把东西收拾干净，里里外外弄整齐了。知道了。英宁姑娘，你到我屋里来一下。好的，夫人。老夫人，您叫我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们家书香门第，有规有矩。瞧瞧你这样，成什么样子？不就是种了几盆花花草草吗？老夫人值得如此生气吗？我的话你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了是吧？你瞧瞧这些花花草草、坛坛罐罐，把家弄成什么样子了？还有你，无拘无束、大喊大叫，从来不顾忌，女孩家这个样，成何体统？娘，你找我？儿啊。儿啊，娘就和你直说了吧，这英宁姑娘无规无矩，以后成了王家的媳妇，岂不成了笑话？娘，英宁是爱皮爱闹了一点，可是她本性是善良的，你放心，她不会对你不敬的。不服管教就是不敬。娘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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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成什么样子了？儿啊，我看这英明姑娘有点……有点什么？算了，不说了。儿啊，你以后要对她严加管教，再也不能让她这样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娘。我和英明谈谈便是，好吗？哎，小娘子，哎，小娘子，别走啊，过来聊聊啊。哎，哎，他对我笑啊，莫不是对我有意思？英宁，我觉得娘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你就稍微约束一下自己，毕竟日后你也是我们王家的人嘛。王家的人怎么了？王家的人还不许我说，不许我笑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老是这样无拘无束的嘛。怪不得李妈总担心我管不住自己，还是她最了解我。英宁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，可是这有些事情吧，哎，罢了罢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从大手小手到鬓边白发，英宁。你叫英宁，嗯。
来也不像个吃饭的样子。少，你看看你，哪像个读书的样子？家，谁？小娘子，千万别出声，要不然我弄死你！小娘子啊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哎，躲。小娘子啊，我看你往哪儿躲。你是人是鬼啊？娘，太好玩了，我回来了。树高千尺，落叶归根。我这身子骨啊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这哪一天腿儿一伸，老家就回不去了。不会的，老夫人吉人自有天相。哎，英宁呢？老夫人，您又忘了，小姐去王公子家了。老了，这记性也差了。老夫人不是记性差，老夫人只是过于思念小姐了。哎，要不咱们明天去看看小姐怎么样？算了，不去了。这儿孙啊，自有儿孙福。小荣，你坐。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这最近没人在我耳边喊娘呀娘的，我总觉得像少了点什么。你看，你可以喊我娘吗？荣妈，你在我家多年，我待你像亲人一样，说话更无需遮掩。你对英宁怎么看？夫人，你怀疑他？很多流言蜚语传到我耳中，开始我也不信，不过仔细想想，确实让人疑心。恕我直言，夫人以为英宁姑娘是鬼魅，难道不像？不瞒夫人，我也怀疑过，
可我觉得不像。哦，夫人想啊，反鬼魅，日下无影，英宁姑娘是有影的。果然有影子，小娘子，啊不，是仙女儿。那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我这想你想的都快疯了。你也太心急了吧。不，小娘子，我恨不得马上就要得到你呢。那今晚啊，今晚怎么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不是鬼魅，难道？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小娘子啊，我可想死你了。看见他从空中飘落下来，怎么可能会看走眼呢？这如果被子夫知道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不对不对，子夫要是不知道，恐被妖精所……如妈，你去把子夫给我叫来，再跑一趟吴全家，说我找他有急事。哎。一派胡言，那王子服是一介书生，知书达理，遵规守矩，怎么可能会是妖呢？那明明是个弱女子，又怎能害死你的儿？一定是你的儿色迷心窍，品行不端，把那木头当做了美女，才被蝎子在要害处蛰了一口，导致如此下场。赶紧回去吧，如果再不走，我要办你个诬告之罪。应该是这个地方，为何没有人家？糟了！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！子夫，子夫。子夫，你表兄已经去过那个地方了，那里只有一片荒山竹林，根本就没有一户人家。子夫，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以你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她怎么可能会是妖呢？英宁，他是妖，他是妖。子夫，你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他会害了你的。不，自古以来，人和妖不能在一起。娘求你了，娘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害你啊！子夫，子夫，子夫。娘，英宁他真的不
子服，子服，我求求你，你走吧，我王家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苦来害我儿啊？我没有害他，他的病因你而起，你还说没害他？我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不想他再有三长两短，算我求你，你走吧。儿啊儿啊儿啊，子夫，子夫，姨娘。子夫，姨娘，你告诉娘，你不是妖，对不对？你告诉娘，你不是妖。我是妖，你终于承认了你。实不相瞒，我是被遗弃的狐女，是李妈救了我，她一手把我养大，我也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，他们现在究竟在何处。这不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你为什么瞒我？为什么？什么瞒我？出去！你们出去！出去！你们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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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不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，我让法师来想你。秋夫人，让我再多留两天吧，我还想再陪陪公子。不行，那就一天，就一天，我明天晚上就走。大师，一定要帮我降住那个妖精。米先生，离你家还有多远？哦，过了前面那座山，再走十来里路就到了。妖精，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。王公子，这次我们真的要分别了。我想笑一笑，可是我笑不出来。我想去寻找我的笑。作为分别前送你的礼物吧。
娘，你也走了，现在就剩下英灵一个人了。我们去看看莹莹吧。娘，您终于愿去看看小姐了。走吧。哎。是您一手养大了莹莹。你是？青湖。什么情况？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这小妖一定跟青狐有关。什么青狐白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跑？石妖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热死了，谁为你收尸？那好，今天把你们都收了。
你没事吧，。妹子，你赶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给丫头听听。这个黄山石妖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。现在都知道了，还不赶紧认娘！娘，娘，表弟，表弟，表弟呀！非邪魅所致，我用我的内丹能换来公子一命，愿公子不再记得英明。最是情断魂也伤，忘不了相遇时分的眼睛，忘不掉分离时刻的绝情，这段情像四季交替分明，相伴之中却又无人聆听。生死离别还有多长，长得过今生来世，炙热多热不过一杯你胸膛，自古之寒虽是情断魂也伤，小姐忘不了相遇时分的眼睛，忘不掉分离时刻的绝情，这段情像四季交替分明，相伴之中却又无人聆听，忘不了相遇时分的眼睛，忘不掉分离时刻的绝情，这段情像四季交替
之中，只有路人聆听。之中，却要无人聆听；相伴之中，却又无人聆听。